绝对违规，我不跳舞都违规，我跳舞更违规了。百度连翻言都能翻译了，寒假人生。为什么违规？因为擦边了。我其实没有感觉擦边，我咱从来没擦过边，只不过是被抖音认定擦边。跳一支舞给你刷单了，你刷十个我都不给你跳舞，不信你试试。